惊疑之下，陆毅和金夏距离陆府门口还有些距离，就看到从里面窜出来两个三四岁的小男孩，穿着厚实的袄服，小小的身子裹在其中，就如同圆润的丸子，许是冷风吹的，又许是跑得急，双颊是白里透红的，肉嘟嘟的脸蛋让金夏有想要咬上一口想法。哦，不对，说错了，是亲上一口。夫妻二人动作无比熟练的各自抱起一个，一边往里走，金夏随了自己的心意，亲了亲陆恒的小脸蛋。我的小恒儿呀，天气这么冷，你怎么还跑出来玩了？是不是又不听外婆的话了？嗯，恒儿穿得厚，不冷。这一厢不甘被忽视的陆生，等不到高冷的父亲来亲自己，团在陆毅怀中的身子往上爬了爬，朝着陆毅的脸颊吧唧一口咬了上去。没错，不是亲，是咬。小家伙在表达自己的不满呢，又生怕向来严肃的父亲会生气，赶紧冲着自己啃过的地方呼了呼气以示安抚。陆毅捏了捏他的小圆脸，无奈到爹爹不疼，不用呼呼，但是生儿不可以胡乱咬人，尤其是娘亲，知道了吗？生儿知道了，可是娘亲都亲哥哥了，爹爹都不亲亲生儿。未待陆毅回话，一旁的陆恒一本正经的好心解释着，爹爹不喜欢弟弟，弟弟是吃醋了，您快哄哄他吧。什么不喜欢弟弟，什么吃醋了，小孩子家家的，都哪里学来的话。今夏虽然自己是大大咧咧惯了，可对于两个孩子的教导还是很放在心上的，一直希望他们长大后能变得跟自家大人陆毅那样温文儒雅，玉树临风的样子。恒儿别胡说，都哪儿学来的这些话，今夏马上指正。恒儿没胡说，是真儿说的，每次舅母亲了真儿的话，是因为喜欢真儿，舅舅就会吃醋的，还得要舅母去哄才行。娘亲方才亲了恒儿，也是因为喜欢恒儿，爹爹不亲弟弟，那就是不喜欢，弟弟会吃醋的。梁月和上官熙的孩子比陆家两个小公子大一岁多，也是一个捣蛋王，平日里没少往陆府跑。今夏自诩孩子王，可最怕的就是杨月家这个不学好的混小子教坏了自己两个儿子。深深吸了口气，今夏认真地告诉陆恒，这儿说的是舅舅家的事情，我们家跟舅舅家不一样，爹爹和娘亲最喜欢的就是恒儿和生儿了，明白了吗？小娃娃想了想，陆生脆生生地说道，可娘亲说的不对，爹爹最喜欢的是娘亲，不是哥哥和生儿。对，陆爷爷都说了，爹爹最喜欢的是娘亲，难道是陆爷爷说错了吗？陆恒也附和着说道。四岁的小娃娃已经嘴皮子开始厉害起来，行为和语言理解能力也大幅度的提高了，更是有着穷追不舍的精神，时常让大人觉得被问到吃不消。这个解释不清的金夏，其实要唬住他们很容易，却不想误导他们，只能求助自己的夫君了。大人，这在一旁看了三小只许久的陆毅终于舍得开尊口了。那恒儿和生儿最喜欢谁呢？最喜欢爹爹和娘亲，双胞胎兄弟异口同声的回答。不对，恒儿和生儿应该最喜欢娘亲，然后才是喜欢爹爹，爹爹也是这样，所以娘亲和陆爷爷说的都没错，记住了吗？陆毅引导道。陆毅问的不是知道了吗，或是明白了吗，而是直接让记住了吗？两个小娃娃乖乖的点点头，父亲说的话自然是要记住的。那恒儿能给爹爹重复一遍吗？恒儿最喜欢娘亲，也喜欢爹爹，爹爹也最喜欢娘亲，也喜欢恒儿和弟弟。生儿呢？生儿最喜欢娘亲，也喜欢爹爹，爹爹也最喜欢娘亲，也喜欢哥哥和生儿。目的达成的陆毅摸了摸他们的小脑袋以示认可，一场关于文字语言的教导可算是落下帷幕。与此同时，娘亲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开始逐渐的根深蒂固。大人，你这样教真的好吗？明明心里乐开花的金夏还一脸娇嗔的问着陆毅。陆毅轻笑道，难道我教的不是事实吗？或者你有更好的方法？有啊，说来听听。基因果然很重要，周围的人也很重要，我决定以后让周少来我们家。金夏一脸认真地说道。这个不是办法，没有周儿也还会有其他的孩子，那怎么办呀？你想知道吗？套路王陆毅开始上线。金夏忙不迭地点头，嗯嗯嗯，回头我慢慢教你。啊，大人为什么是教我？因为你是他们娘亲，
首先得以身作则，给他们树立榜样，对不对？金夏想了想，确实是这么个道理。既是为了孩子，那我学，大人何时教我？看着信誓旦旦的人，陆毅想，这可是个大工程，以一代三，得好好琢磨琢磨才是了。